这个一吃一喝就明白了，他们都说我这鸡蛋饼不涨价，这进去买真便宜。我是想着说。我给家买啥家，出来出来还是买啥家。跟你学学咋做嘞？可以。那这个面是不是是发面？发面，中国那个面。鸡蛋煎饼。我的河南话咋样嘞？中就好了。这是在函谷关，老子的家乡花园地景区门口的一个鸡蛋饼摊，5元一个，很便宜了。这里的饼非常的香，现烤现做。刚才我们已经吃了油酥饼、烧饼夹肉，还有石子饼、醪糟。这是第二个。你作业不写，光想上上电话，说也别要一个。你做了你做，问你会再不会，啥都会。好，谢谢美女老板。